圆圆学院妙法寺内名陈女总德纪念中学推行言我亮点已经踏入第六年，继续秉承激发学生发掘个人潜能的精神，透过目标、计划、執行、反思四个工具，令到学生反思进步，建立学校上进的文化。除了个人的奖项之外，本校已经第三年接受团队参与，希望同学在小组模式下互相鼓励，能够自主发挥自己的能力。除了将奖学金颁予最出色的15名个人参与者和5组团队参与者之外，亦都设有积极参与嘉许状，鼓励能够定立明确目标和积极参与的学生。另外更在上年度增设了每月升章的奖励，每月能够为目标持之以恒而且能够作深刻反思的学生，每人可以获升章一枚以作奖励。现在已经进入言我亮点 2.0 的阶段，本校希望继续推广上进文化，并在三个方向中继续优化。第一，鼓励学生参与小团队，发挥更有效的协同效应。第二，加强培训学生的反思能力。第三，利用资讯科技和网络平台，令到学生更频密和适时地作出反思。上年度很多学生都因为疫情的关系，不能够按原定的方案执行计划。我们希望学生能够接受新常态，在疫情下都能够继续为自己的目标奋发向上。有了上学年运用 Google Classroom 和 Google Form 做反思的经验，计划进一步将资讯科技应用在宣传推广和订立计划的报名工作上。本年度有11位老师参加教师也言亮计划，校长亦都参与其中。校长和老师的参与有助更进一步推广学校的上进文化。